曾经的世界超模为爱回归家庭，然而却过的一地鸡毛。马洛的生活已经被孩子全部霸占，白天要送两个大的去上学，晚上还要回家照顾小的，每天起早贪黑的，甚至到深夜也不消停。马洛把自己活得像个工具一样。然而丈夫除了每天亲一下孩子，不是沉迷于游戏，就是睡大觉。更过分的是，还理直气壮的认为自己已经尽到来丈夫的责任。马洛实在听不下去了，只能去请夜班保姆，但男人拒绝出钱，弟弟主动提出费用，他揽下了。然而丈夫却不乐意了。 他认为这让自己很丢面子。回到家后，丈夫有些难为情地说：“自己也不是那个意思，只是家里最近开销确实很大，希望女人理解。”早已看透了丈夫的马洛，只是敷衍的应和，不再多说什么。晚上，小孩不停地哭闹，反反复复的哄睡。第二天又是做不完的家务，女人一直在收拾整理，但家里仍旧乱得跟狗窝一样。无奈之下，马洛只好请来夜班保姆。